哪有什么明天会更好，说明天会更好那叫鸡汤，而且是有毒的鸡汤。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更好啊，人生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的人生，我们的人生总是有许许多多的挑战，所以不要用明天会更好来麻醉人。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努力的过好今天，不断的训练我们去接受未知的挑战。